Hi everyone, this is Annie Lao Shi. I hope that you will like the activity that I prepared for today and you will learn Mandarin the fun way with me, Annie Lao Shi. So don't forget to hit subscribe, okay? Let's see what we have for today. With Annie Lao Shi. 我们今天的主题是各种各样的交通工具和一些车子，你们准备好了吗？那我们开始咯。这是飞机，飞机在哪里呢？我们一起找一找。我的小小飞机，轰隆隆隆响，小飞机呀小飞机，我要我爱你。我的小小飞机，轰隆隆隆响，请你快快上来，我把飞机开。咻，我们的飞机降落了。这是我们的飞机，飞机。这是轮船，我们一起找一找轮船在哪里呢？哗哗哗轮船，我们划轮船，划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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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划轮船，划划划轮船，我们划轮船，划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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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划轮船。这是我们的轮船，轮船。这是垃圾车，我们一起找一找垃圾车在哪里呢？这是什么？这是什么？垃圾车，垃圾车，垃圾车开了，垃圾车开了，垃圾车，垃圾车。这是我们的垃圾车，垃圾车。这是我们的公共汽车，公共汽车，公共汽车开来了，开来了，开来了，公共汽车开来了，跑遍城市。这是我们的公共汽车，公共汽车。这是火车，我们一起看一看火车在哪里呢？轰隆隆隆隆，轰隆隆隆隆，火车开来了，啾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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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我们的火车，火车。这是挖土机，我们来看一看挖土机在哪里呢？挖土机，挖土机，嘿呦嘿呦帮帮忙，嘿呦嘿呦帮帮忙，挖土机，挖土机，嘿呦嘿呦快快来，嘿呦嘿呦快快来。这是我们的挖土机，挖土机。这是汽车，哦，汽车在哪里呢？我们一起找一找。哔哔哔，汽车开来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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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我们的汽车，汽车。现在我们来复习我们今天学的生词有什么呢？这是飞机，飞机。这是火车，火车。这是汽车，汽车。这是公共汽车，公共汽车。这是挖土机，挖土机。这是垃圾车，垃圾车。这是
轮船，轮船。希望你们也喜欢今天的活动。